我可能也会生气的，如果是队长的话，也会，我也觉得在干嘛。才子跟何梦圆的感情丑闻还在烧，甚至影响全明星比赛。身为第一季蓝队队长，胡宇威一脸震惊说话了，没有特别的发了，但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我觉得很真的很惊讶，真的惊讶，觉得有到退赛的程度吗？我就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，但是以我第一季的队长来判断或者来讲，应该就是说专心的运动比较重要。希望就是我们大家一样的都要同一个目标，就是拿到总冠军的，是你自己家的事，但我没有办法管，要好好处理的，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。就是我们那时候第一季就是说，有规定不准谈恋爱。哦，真的？有。你规定还是？我们蓝队就是一致的说不准。不准。不准。不管是队内还是开始的？不是队内啦。队内啦，就是不行，同队都不行，不要，你们之后要干嘛就干嘛，但是绝对不能在赛季这个时候，我们很专业。所以他有关心前姐的心情？有啊，就是知道这个消息，就说为什么会这样，当下知道了之后是很惊讶，所以都一切都来不及，要怎么反应或要怎么安慰，只能说，请大家认真一点。那团体很亲密，就是群组对话会很暧昧吗？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说，其实那个他们全明星的对话都是这样。有吗？没有，他们吧。这跟我无关哦，这完完全全跟我无关。这个打脸打得不轻哦。